电人灯，大家好啊！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师傅每次呢都是给予，只是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师傅已经给予我们，只是问题我们自己准备好去接受了嘛。很多同学呢还觉得哦，为什么我很多次想要求的东西都我的三高八愿望很多时候都还没有成真呢？其实师傅每次都已经给予我们了。只是问题，我们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吗？我本身就给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件做一个例子吧。我记得就是在2014年，我参加那个Shiva Home 过后呢，我觉得这个课程实在是太棒了。我当时呢就对自己讲，我希望我的家人都可以参加这个课程。然后当时呢。我还记得，就是在2015年4月吧，有一次，我梦到师傅，师傅来我的梦中，当时呢，他就很像我这边坐着，他坐在我的对面，他当时就和我讲，OK，你来带孩子，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女儿，来上这次5月的 Inner Awakening。我当时我就师傅还跟我强调，你不用给钱，你只是付你女儿的费用而已。当时我还记得师傅好像有一个课程是，我们可以上7天还是怎个样子的，只需要2000块美金吧。当时我很希望自己孩子可以开启第三眼，然后为了让孩子可以去这个课程呢，因为我2014年。12月刚刚参加了 Shiva Home，然后我的丈夫，2014年11月参加了 Inner Awakening，所以呢花了很多钱。当时我就想，哦，倒不如相同修借吧。以前我们是可以相同修借钱的，因为师傅还没有说不能相同修借三个借钱。然后我就开口了，当时一口被那个同修应该是几个吧，我都忘了。一口拒绝了，但是我很伤心，我就在心里想，师傅，是你叫我带我的女儿去这个课程的，但是你看，都没有钱啊，怎样去呢？但是师傅就是这样，他的爱就是这样伟大。在2015年5月尾的时候呢，5月20多号吧。那个曼阿努当时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马汉呢，他就要飞过来马来西亚之前呢，师傅呢给了他一个 tissue，他说你拿这个 tissue 去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还有 Australia 这几个地区呢去点化那孩子的第三眼开启，所以当时我就根本没有付任何的费用，我的女儿就已经开启第三眼了。然后过后呢，2015年年尾我又再去参加那电人的话嘛，然后回来过后不久就是2016年，Kumbh Mela 就 announce 了，当时就是他们就说告诉我们就说这个必须要付费的，好像是我们 IA grad 不需要付费吧，当时新人都必须要付费还是怎样我都忘了当时。然后我还记得妈 Guru Mitra 当时他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讲：“妈，你带你的孩子去吧，你这样希望你的家人去。”我说：“对啊，如果我有钱的话，我带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家人全部去。”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讲，除非师傅announce 这个是免费的课程，我就可以带他们全部去了。想不到。我自己的 space 原来是这样强大的。我一讲了这件事过后呢，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师傅一能 announce，我就会带我家人去。”好像大概我跟他讲了几天吧，一个星期里面呢，师傅就是在一次开示的时候，他说全部人礼拜天就是星期天必须要来到 center 听开示。就是说，我有一个很重大的消息要跟大家宣布。当天，师傅就 announce 了，跟我们宣布了。
应该是4月3号吧，好像4月2号还是4月3号吧，2016年，师傅就 announce 这个 Kumbha Mela 是免费的给所有人。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眼睛都睁大了起来，因为我几天前才跟 Mark Guru Mitra 分享说，如果师傅说 announce 说这个课程是免费，我就会带我的家人去。所以当时我非常的开心，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我说你知道吗，因为我母亲是4月1号愚人节生日的，我说你知道吗，师父给了你一份很大的礼物，他邀请你去 Kumbha Mela， 就是印度，是免费的。然后我母亲、我父亲、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就是因为这个 Kumbha Mela 当时是 announce 是免费的，所以他们就去印度见师父了。这个就是我想要分享的。很多时候呢，师父的他已经开启了门，已经在迎接我们进来。问题是，我们自己本身已经准备好了吗？好了，今天就是我要分享的，谢谢大家收看。